没想到官方突然之间就把柯南联动的首款皮肤给发布出来了。那么我们先废话不多说，看一下是谁吧。没错，就是他，毛利小五郎。而入选这款皮肤的求生者是律师，相信很多小伙伴要懵逼了，为什么是律师呢？其实呢，从造型、特质等等之类的这方面看呢，还有昨天的一个情报上看的话，基本都可以肯定毛利小五郎就是律师了。所以这一点，即使你不能接受，也得接受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距离柯南联动还有几个月，现在就开始把这个皮肤给公布出来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既然出来了，那我们就肯定要关注一下了。那么根据小修之前的猜测啊，名侦探柯南联动的人选呢，可能会有现在的这个毛利小五郎，还有毛利兰、柯南、基德、灰原哀，还有工藤新一六个角色。至于为什么六个呢？大家参考刚结束的一个弹丸联动就知道了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搞两弹了。而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柯南的一个人选了，之前小球也猜了是爱哭鬼，而截止到现在呢，小球依然还是会猜测应该是爱哭鬼，特质也好，体型也好，和爱哭鬼可以说是最匹配的了。而剩下的几个呢，大家可以猜测一下都会是谁呢？那么本期呢就分享到这里，后续呢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名侦探柯南联动的一个动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